你敢真正害死人的囡仔？我本来想讲，家吓惊一个尔嘛，我真正不知影代志会变到安尼。你即马知影代志的真相啊？你将来唔要关心过因，即马走来演一个好爸爸，敢会想我？ 是，伊应该是中着。啊，不管咱做了是大，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先解决问题？只要咱得到对方的原谅，看是要共归乱，甲偷回失的，还是要讲真方面的赔偿，拢会用的。不是亲像恁爸安尼，卡袂着就要治人的命，安尼干呢，让伊愈行愈偏，让伊的罪过愈排愈重。爸。 伊拢无人要去我的感受，起码只有你会当了解我。我真正无想要甲凯宏分开，我无想要甲你较早行同款的路。我毋过只个话讲，一直袂放伊煞的，若是凯宏死啊，我活的哪有啥物意义啊？哦，这样代志哦，看我怎么讲。 清明，要做动因，应该了扛做伙方法有真侪种。啊，不过恁爸拢是用上害一种，我甲尤芳就是一个咧。对你对我，拢是一种伤害。这届，查某囝的代志，都交我来处理。你，你莫乱说，讲武装的好讲话。 你一定会当利用伊继续为伊散走，非得今仔日，阮无可能互你大叔家门一骹步。你是凭啥物无法互我离开啊？你就是讲你是谁？你只是阮外公饲的一只狗。你有啥物资格阻止我的亲生爸爸带我走？你是哪个耍的？孬。 孬的就是你吧？你安尼吼，叫做以下犯上，若是一个古早吼，我就互你食一丈红啊啦！安怎？你是咧惊啥？想要拍我是？好啊！你伫我的亲生爸爸面头前拍我，你拍，我拍垮你拍！ 是为着你外公的名利，伊才安尼管你。莹莹，你已经去了，让恁阿公赶出来，敢讲你嘛爱得失着恁外公，你才会满意？你确定讲，伊是因为听讲的话才来管我？还是讲，伊私心认为伊会当取代阮爸，伊来管我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Witty。 我永远是袂甲伊信到的，伊毋管讲啥，我拢当作是告咧吠啦。有伊，你毋免对我大声声啦。恁大家拢无爱支持我，袂要紧啊。我即马叫我爸听我就好啊。我是英爷爸爸，我袂害伊。今仔日，你着放心甲伊交我，哦。你根本无了解伊。 你若是愈顺意，伊只会愈来愈靠近，最后真正会害着伊。安怎？今仔日你是无船啊，煞害着鱼啊？你才会无了解，走来才倒无用啊！我拜托，莫想歹做好人，无人会感激。白汉良，你袂感觉你安尼讲话伤超过咧？这是我的家务事。 你并且杀手，甚至你帮助伊为非三组，让伊的行为愈来愈偏，做出遐尔侪离谱的代志，我拢要找你算账的。你即摆讲好意思伫咧遮，讲甲伫你伫路，查某囝是我的，你无资格管。向贵，我今日一定要带伊离开。呀。
若是要甲离开，我让路予你过。啊，不过我无可能，予你甲伊硬撮走。我若是一直要爱的，那恁就莫怪我。是咧，我大心讲的。飞天鹰的代志你莫管，你自头到尾，将来莫保护过大小姐，还有银小姐。你莫莫管这些假好事吗？你凭啥甲我阻挡啊你？你想要打我爸，我要跟你拼，跟我拼，你家庭要怎对待我？就是讲，你是什么出身啊？你只是一个书记的后生，你是凭什么打我爸？你是倒位来的主心啊？还是我妈，好你？你实在是越来越不是款，你可惜你爸疼惜你，你就安尼无大无小糟蹋人啊心。你一个下脚手人，跟我这样硬声，你阁想要打阮爸？像伊这种蛮神骗鬼、提鸡毛当令箭的人，一早啊会互后宫发现啊！你阁讲你是？是你竟然想要打我爸，我要跟你拼！拄则隐隐看白汉良的眼神，未输敢那家己有真大的冤仇。啊，伊对白汉良的态度，那会常常转变一样大。啊，好啊啦，吴莹莹，你莫遐尼啊，唔捌代志好无？你为着一个廖彩虹，你敢知我所有的人心都去让你伤到碎狗狗啊？可是开好，真正让外公害死，我嘛要替伊死，我要让恁大家都后悔一世人。吴依依，囡仔，我的囡仔呢？无代志好啊。陈总，那一种表情，别跟我讲，我的囡仔无去啊！啊，你就安尼想哦，你就当作亲情已经把这个囡仔提掉啊，你安尼想就好，好不？所以。我的囡仔真正无去啊！先做，我都已经决定要把囡仔生落来啊！先做伊会无去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！哈，子彤，你即马不先把你的身体养好好哈，以后等你找到一个好的翁婿，才把这个囡仔生倒转来哈。乖，你安尼想哈。报仇！我要去替我囡仔报仇！我们去找吴依依，吴依依，你叫医生啊！吴依依，你先，你先听我，你叫林青啊，林青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林青啊，子桐乖，子桐乖，子桐乖，子桐，子桐乖，妈妈。
这里都讲到，我的这些路，我干杯，我都懂了。医生啊，哦，你看王查某囝安尼轻轻松松的模样，敢有正常啊？如果我进前评估的同款，因为伊才有病史，即马佫受到刺激，所以伊才会用这款方式来保护家己。啊，那安尼，伊敢会佮较早同款，甲阮大家拢放袂记？我有替伊检查过啊，伊并无这款情形，请大家放心。目前就先配合伊，等伊情绪较稳定了，佮继续观察佮治疗。啊，你来尽力哦，配合啦，医生啊，多谢你啊。嗯。医生讲，伊既然什么代志拢会记的，那呢，伊敢会记得伊老体的代志啊？话事办事啦，但是梓潼家无讲出来，咱就无必要讲，去甲伊刺激。哦哦，你啥子拢徛在遐袂话过来啊？哈哈，无啦。哎，梓潼啊，啊你怎啊？感觉安怎？啊，身体有啥物无爽快无？我感觉我无代志啊，我想要出院啊。啊，不用的啦。啥做不用的？恁是有啥物代志在我瞒我？那有啦。大家是关心你啦，希望你会好好休困，把身体照顾好势。对啦，啊，着恁少年的哦，对身体拢较会去疏忽着。一定要注意啦！你明明就伫咧黄爷爷，伊那无去就无去啊！我拢会记咧，我嘛拢知影。恁真正是无需要把我当作是病人看待。恁安尼愈细腻哦，我顶多感觉愈感激。我是真正无需要休困。客户，你即摆上过水哦，就是倒伫咧病床哦，好歹休困啊！妈，妈，妈，我真正就想要做伊个啦，我拜托你，你让我出去好无？我真正无爱吊伫咧遮啦，梓潼，哎，等下，好啦好啦，你莫真个要激动吼，吼，啊无，你先去换衫啦吼，妈妈先替你办出院，吼，好，莫激动吼，好，那呢我即摆先去换衫。啊，好好。看起来梓潼的情绪，佫算是稳定啦。啊，至少吼，伊肯接受事实吼，这也算真好的状况啊。我惊讲伊哦，即摆是假坚强啦。其实哦，我佫甘愿梓潼安尼呢。啊无，伊若亲像单亲过去。伊知影失去囡仔迄种模样，大家毋是更加唔甘？总讲一句啦，咱着照医生交代的，先顺梓潼的意。有咱这么侪人陪伊关心伊，伊一定会慢慢仔行出来。